游戏中的草药大师挑战是一项时间跨度比较长的任务，而且十分繁琐，特别是最后两项挑战，四十三种植物都要采摘一次，以及调味并烹饪十一种肉类。因此，我会给出所有植物的一些具体位置，帮助大家节省时间。另外，开鹰眼更容易发现草药，完善的话视野更好。挑战一：采摘六株湿草。这种红色花朵草药主要分布在大地之心和斯加利草甸，其中瓦伦丁和翡翠牧场之间更容易发现。 挑战二：采摘并使用四种浆果或者酶。游戏中总得有三种酶，红树莓、常青月菊莓、黑莓，以及两种浆果：冬青果、黑加仑。如果之前背包里有的话，可以直接使用。挑战三：制作期间以鼠尾草为材料的物品。最快的物品是制作马匹兴奋剂，玩家默认拥有配方，材料是一个鼠尾草和一个蒲草，其中鼠尾草包括单参和蜂鸟鼠尾草，一般以后者为主；蒲草一般长在水边，十分常见。 挑战四：采摘五个蘑菇并喂给马匹。游戏中有四种蘑菇：伞菇、褐绒盖牛杆菌、五菇、鸡油菌。通常每个地点至少有三朵菌子，根据自己的位置选择最方便采摘的目标吧。挑战五：制作九件以半边莲为材料的物品。推荐制作强效蛇油，只需要一个半边莲，配方也是玩家默认拥有的。九个半边莲需要在多个地方采摘，位置参考我的地图。挑战六：采摘十五种不同类型的草药。 这个任务建议和陌生任务公爵夫人和其他动物同步完成，其中涉及到异宝兰花十三种。详细攻略参考我以往的视频。挑战七，制作并使用五瓶特效神奇补剂。特效神奇补剂的配方手册在地图的这个位置，废弃营地的锁箱里可以找到，阅读后才可以使用。一瓶特效神奇补剂需要六个标子、六株湿草、六个牛蒡根，五瓶就是三种草药各三十个，量非常大。 标子指金茶标子，主要分布在罗诺克山脊和比彻之源附近。牛蒡根主要分布在克莱蒙斯家的烙铁湖沿岸以及科马萨河上游沿岸。挑战八，用夹竹桃鼠尾草制作六个淬毒武器。以淬毒飞刀为例，配方在圣丹尼斯北部的一间废屋里。检查脚下的深色地板就可以找到。至于夹竹桃鼠尾草，主要分布在科马萨河下游沿岸、黑沼泽附近。挑战九，各类药材都采摘一次。对的，四十三种植物重新采摘一次。 先放一放吧。挑战时调味并烹饪十一种肉类，其中真禽肉主要来自长尾鹦鹉、鹈鹕；肥鸟肉主要来自大雁、家禽；细鱼肉主要来自中大型鱼类；猎物肉主要来自鸭子；碎鱼肉来自小型鱼类；甲壳动物肉来自古巴鹿蟹。调味料有三种：野薄荷、牛脂以及匍匐百里香。挑战酒主要以开头酒为主。 因为任务中不会对已采摘的药材做记录，所以需要玩家自己记住哪些采了，哪些没有采。我个人的经验是，还是按照植物生涯图建立的顺序来吧。下面补充之前没有提到的草药位置。 完成挑战后，在任意捕兽人小店购买加强型装备“草药大师套装”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